我是 Becky， 我接触了 Oral Soma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。在这个旅程里面，我很高兴可以透过认识 Oral Soma， 从而认识真正的自己。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工具介绍给更加多人认识。将你刚才拣选的 Quintesson 在你左手脉搏位置滴上三滴，可以慢慢合上眼睛，双手轻轻摩擦。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同样可以向世界打开，让你刚才所选择的 Quintesson 师傅的精华，透过你的气场，透过我们的 Aura， 一路和我们内在保持连结，让我们由内而外一路激活内在的大师，愿他透过我们的气场去协助我们发挥，去协助我们释放，去协助我们升华。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可以双手交叉，就好像蝴蝶一样拨动一下，由头顶上方顶轮开始，一路向下，一路拨动，每一个脉轮对出都拨动一下，直至到来到你心轮的位置停留一下，让大师的精华滋养自己，保护自己，爱护自己，呵护自己，让我们的心和这位大师更加贴近，然后可以对外继续拨动，一路向下，由第三、第二，亦或是第一个脉轮，一路拨动清洗，到最后垂低双手，透过我们的指尖，将不是这位大师的能量交还给大地妈妈，然后慢慢向着自己一路打圈，向内一路旋转，一路直到头顶上方。当你预备好的时候，同样向世界打开，接受这位大师由内而外地散发，然后慢慢将双手合十放回来我的鼻前，同样深呼吸三下。